等位，过一下。哎，就蛮有这种气势。大哥，你听我说，以这个乡一个乡来讲，这个规模我觉得不错。大哥，你听我说，你现在问我说，我们今天来干嘛？我们今天来干嘛？我们今天来拍一个东山乡的制作。我知道，我们不是已经在东山乡了吗？对，因为现在是一种报复性旅游的季节。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叫报复性，我觉得我们应该叫报恩性。应该是一种报恩，幽默。那当然了、啊，我们为什么要做什么事？要报复，要仇恨，这个话都不好了。为什么叫报恩之源？因为我们一方水土一方人，八方云集，四海游龙。听我说啦，你讲讲。我想来东山乡这样自录 vlog， 对不对？踩几个点，吃东西，然后看一下他们现在什么新建的工程，然后就说哦，这个切到这种，我觉得太可惜。哦，这么美的地方，这样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不行，这样我想要像上次那样拍，上次怎样？像上次那样，像一个屋檐下那样，我们几个人搭住、哦。这个好，这个好，为什么？这个才能够体会真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上次这个风土人情体会完回去以后，每个人精神层次都提高。不要那么像飞哥，好吗？好，我跟你讲，我想把这案子彻底改掉，改掉。但是就有一个问题，没错，我不知道资方怎么样。你现在不用担心，这个事情由我来处理，你相信？真的，我直接就跟他讲，你这我没成为啦，我没做我自己。我们今天所有的主持人都带来了，我们想要拍一个很强、很屌、很炸的，就完全不照你的脚本这样。啊不不，这是个什么话？你这个乡长，我来瞧瞧，你这个脚本是什么？你跟我听清楚。啊，我们本来就是想说要把我们东山最美丽的介绍给我们所有的这个主持人这样子。哦，我懂意思，就比方说东山河有多漂亮，对不？然后这边的风土人情，还有我们东山好吃的东西。听说还有一个建设，是什么建设？在修。这是我们东山乡跟内政部争取一个3.5亿的宜兰县绿色西兰亮点转运计划。我们就是以东山火车站为核心，我们知道东山火车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是用休闲观光的一个设计，是啊，所以当时是我们全台湾最漂亮的火车站。哦，我们的东山老街也有超210年了。那我们地方的耆老传授了很多他们成长的经历。哦，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介绍出去，接得起来，了解。我已经感受到乡长的热情，我用年轻人的语言帮你翻译一下，是，就是希望说现在年轻人来观光的时候会想到，想说啊，有一个那么好的东山乡可以去，大家可以涌进东山乡，这样就开心了。我跟你讲，我们拍一个豪华，我们八个人把这里玩遍，可是我们不要拍原本那个，可不可以？就一句话，可以，我相信你。Kid 真的是旅游中的旅游，今天达人呐、啊，对，他可以是天上、地上、海里。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住在海里，你只要一根管子这样就 OK 了。我现在在考虑是你怎么吃饭的问题。我觉得一样，同样的管子，直接再从那边回送回来，然后我就到从这个地方到。哈哈扇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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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想歪想歪，我是怕他这样会呛到。我也是，阻止他。听我说，听我说，我们现在录一个快快两年的单元，这么一个屋檐下。耶呀！对呀，你们要住在哪？哎，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抽签，睡哪里？怎么睡？睡怎么？对，先这样，这样。两年前是什么一个屋檐下？什么时候？哦，我忘记了。建案，因为他两年前他也睡在屋檐下里面。等一下呢，我们六个主持人对不对？会加两个来宾，然后等一下抽签分成两个房间。接下来的24小时，四个人一起
同进同出。哎，所以讲真的哦，不要再说什么哎，我们都已经分好了。对，然后讲没有，为了基于节目，只要你们还是要分开。我现在搞这个，我坚持到没有，在分组之前，对不对？我要先介绍今天的来宾。哎，我跟你们说，你说。不能都加人，因为这种加人我们是都没办法。你要发一点，就真的会有一些乱位 OK 的。因为一个院嫁的意义是就是家人的感觉，他有点那种家人，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发一些我们曾经来过或者没有啊，跟我们比较契合。我想应该是秋晚，整合你们两个人的意见，也没那么熟，就想要再更熟的那一种。秋晚跟宝宝两个字，上一集来过有两个字，两个字。不会，我觉得上一集秋寒，那就是秋寒，秋寒，跟秋寒聊过很多次，秋寒。这是铁子，泡泡，泡泡，那泡泡上来了，来过。我们欢迎菜菜。你不是上一集来过吗？对啊，不是说上一集来就不能来。那个火车站在那边，你可以自己搭火车先走。没有，我跟你讲，今天来到宜兰，等一下，你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你是这样，没有。你有没有忽略他站在这个地方？就是故意，故意。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些男生，他就真的假装没有看到。真的有什么才会这样？进来就那个，哎哎呀，洋洋，哎呀，我不是，我是没什么的，没什么怕。考虑现在，你不相信，你就把 Kid 示范一次，就很正常样。哎，会这样子，甚至会这样子。好像陌生的，陌生，太客气。也是为了维持这个平衡嘛。八位一定要为四位男生，四位女生，真的找不到人。算了算了，也要找些帅的来。对啊，我跟坤达说你不帅啊，叫阿杰来。没有，哎，大家好，哎，没意思啊。欢迎秋寒入列了，秋寒了，女生期待对不对？女生也是两个字，什么冲击？冲冲冲。我们欢迎董海。董仔真的是自己人，不是因为我本名董子涵，你可以叫我子涵，啊也可以叫你本名董涵。所以我们要今天看一下这两位，对，真的跟我们目标的渊源太深了，可能真的是找不到人。不不不，你讲这个话还真是讲对了。我觉得我们已经分好组了。对，优秀界只有这两位，是上礼拜五问，这礼拜一就可以了。他说对不起，哎，怎么有改名叫董子涵？真的名真叫。你本名那不能，那不能笑，那不能笑，因为不能懂还又懂死他。休息一下，休息完第二天就来走。对。那没关系，你小心。我昨天从沙鹿坐船上来。不是，没有人 care 我从哪里来，我昨天从沙鹿坐船上来。我现在问这边，那边有开的新机。不然我们现在八位对不对？移动到民宿的大厅，我们进行抽签。好，马上开始抽签仪式。Check it out。Yes， 房间让我抽外吗？哎，你有办法这样跨过去吗？我试试看。哎，走出去玩吧，好了，哎，我们还好啦，进去，一定要这样是不是？哎，我跟你讲，到一个地方要怎样让一个地方变成像家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要这样子。孩子们先来抽签，以 A B A B 均衡的数字，你抽到 A 就是 A， 抽到 B 就是 B。等一下，要录一下，因为我刚看到 A B A B 了。关你，来你先抽。等一下抽到我先。
帮自己找个台阶下。快点！哎、欸，你怎么连爬都爬？我你要帮自己找个台阶下。A 妈的！妈 ！B。来个 B 吧！他错了 ，B 有那个什么 ？B。啊 ！B。我们先剪到什么？一人抽，我讲一个就抽了。我跟你讲，高蛋你抽了以后，对不对？你先握住，先不要掉。高蛋是关键。来，高蛋，请公布。噔噔。A。B。B。B。哇！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哎！上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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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天大的，你抽出来，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一个梦幻组。对。我相信。都有心想去的，对不对？但是我要讲一下，因为我毕竟算是对不对？木曜的算是哇哇哇哇哇，来太实了，这我可能不可以跟你分哦。这干嘛？这边还在讲究辈分哦，你个屁嘞！抽签。我的意思是，我既然这样，我最后一个拿签，我的签由他们三个决定。哇，香，有价值。坤南哥，你先抽，不要有一些家庭不喜的话。什么意思？我也不看，我也不看，你也先不要看了，先捏出来。哔哔哔！哈哈哈哈哈！哔哔哔！好，我就这个。有些你真的好认真，你抽签有这么认真吗？他很诚心哎，你是交给我的，是不是真的啦？来，你们三剑客来前面。开不了，还是要换。哎呦，你们两个，你们下一个，哎，老板，老板，下一个换，下一个。我们换了，我们换了，你俩换了吗？换了，真的真的换了。嘉姐，你们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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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换。一二三，一二三。一次偶然相逢。现在两组呢，一室是自己的房间，然后换个行李啊，上个厕所，小坐休息。然后我们会派小天使去你的房间，然后跟第一集一样，你们两组要完全自己决定今天的行程。我们会有一些建议，但是你们真的要照。啊！蔡哥有点好菜哦。我们俩 A 很棒哦。都是朋友，最爱的 T 的歌。很久没聊天了，现在没有在录节目。OK 啦，我等一下会状况类的。好，我们那个各自回房 check out。我们给蔡哥一个配回来的机会。哇，怎么会这样？这不好吧 ？OK， 你讲。我手上有两支签 ，A 签的那个房间是四张单人床 ，B 签的那个房间是两张双人床。请问他这样子有什么好配的？正是如此。我想他们应该不用选择就会选四张单人床。有一句成语说得好，叫做落井下石。当他们这边再抽到两张双人床的时候，就会变成他跟 Kid 哥两个人说第一次偶然相逢，就会以小夫之称。小夫老夫来了，你们要队长抽吗？要，没问题。队长就 Kid 跟凯哥啦。抽个势单力薄，让你小夫，让你，确定啊？别查，我的，怎样？建议呀，第一次好吗？我们可以了，我们可以了，哎，加油！可以，可以，哎哎，不许。
不许不许！等一下，我要第一只。哦，我这个菊花给大哥。哎，没有啊，他们两个睡啊，我们这边还要再抽啊，抽哪两个睡在一起啊？我空两张床，没有一个人反应，你们反应一下，反应一下。有，不是我们这边只有反应不过来，我要不是。哎哎哎，事务单位，你看不熟。我们现在要四个人要抽一个。我已经把签交给困难哥了，你们要进房间自己抽。我是压力不能开心，我现在不能太开心。好了，这边是二楼。啊，你们这边是三楼，三楼啊，我们去我们自己的房间看一下，来，谢谢啦。哇，哎呀，来，玛利亚现在抽一支，要给我们看了。好，过来哥。要遮住啊，遮住，遮住下面。来，一、二、三，哇！来，豆豆豆豆，快点！试躺一下，试躺一下，试躺一下。喂，哎。那个吗？对。哇，来行哎！也不错，看得超嗨的，我们不差吧？很棒，我们玩的超棒的，我们玩的超棒的。哎，我喜欢这房间，好可爱哦。我也是。哎，这样你要睡哪边？我想睡这个。那我。哎，那我要睡这个。哎，那不行，因为我怕我晚上这样子翻身的时候。好像蛮搭的，他们好像蛮。他们很有品味。我跟董仔啊，好不好？就这边这样子。没事啊。对啊，我这样没有，还有我。我看墙壁。也是很过分。温泉站出征。哎，可是我跟你讲，我旁边没有办法睡人。哎，真的吗？我有睡人，我没办法睡觉。好吧，他们两个过来跟我睡。哎，没有，没有人录，没有人录。有录哦。有录吗？没有哦。放好两个大锅破在。在哪？有在那里啊。哦，是。哎，蔡哥，说真的，你有张信没抽到吗？不会啊。真的吗？因为我是跟谢哥很久没聊天了。你刚刚有那个。真的啦，我没骗。真的啊，讲真的。对，有一次他载我回家来，那天我们大聊一波了。后来他就去当兵了。对。然后就等于我一直出现在你们节目，但是我根本就没有遇到过 Peter 哥，完全没有。哎呀，我跟你讲，你要按照规定嘛，不能对啊。就要这样睡吗？坐坐坐坐，睡睡可以啊，没事啊，睡了啦，睡了啦。冬天就放一排的水杯。好，睡了睡了。什么什么放在干嘛呢？无聊嘛，就是你们就从小就受那种。礼教的影响，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什么又什么，没有这种事嘛？没有，没有了。来睡睡睡，不一定要靠着这么编嘛，不用嘛，是不用这样了。我中间集中嘛，对呀，来，来呀，来。哎，你们想去哪里玩？玛丽莎，玛丽亚想去哪里玩？我其实对艺人不熟，所以有一点想去观光。东山河。东山河。东山河是台湾算是北部很漂亮的一条河，没有污染。有手吗？我的手啊。请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还有要记得关注我们每个人的 IG 哦。哎，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频道，有很多每个人都有 IG， 要关注哦，关注哦，订阅哦。等一下，没有你。哎，不是你不要这样排挤坤达好不好？不，好不好？是没有你，没有我，哎。订阅，订起来，订起来，订阅，订起来，订起来，订起来，今天的工商时间，今天要说一个，当沙悟净、猪八戒
都还没有成为天竺一行人之前的故事。白龍馬のリアと申します。三蔵法師を守り天竺までお供いたします。为什么说日文？日本語の方が表現しやすいんですよ。そんなことより私は馬となり三蔵法師を運びます。幾千万の試練を共に乗り越えましょう。这师父，你不做我的筋斗云两秒直达天竺，要用走的来度过各种劫难，这我接受。你们在修行嘛，但适当的找个交通工具同样还是可以接受磨练，还缩短了移动时间，这样不是很好吗？悟空，你真是这么想的吗？这样好吗？それでは三蔵法師ご登場ください。等一下，你不用变身吗？変幻の術がまだ上達していなくて、お気になさらずご登場ください。いや、那师父就请你了。那师父就请你了。师父，为师没事。这我们修行人啊，一定要特别注意用字遣词，字字都要在乎。像刚才白龙玛丽呀，正是半人半马的时候，我说我要骑他，好像有点……哎呦，白龙玛丽呀，哎，此去天竺要带你上路，只怕还没上路，为师的就先上路了。师父，你没事吧？来，这边。没事，没事。阿弥陀佛，哎呀，我佛慈悲呀！师父，您带我去天竺吧。师父，请跟我一起去天竺吧。你是哪来的妖怪啊？我不是妖怪，我是火焰山上一块修行的小丘陵，火焰山小丘，叫我小丘就好。常年的修行让我终于学会变化之术，希望可以跟师父一起前往天竺，得道升天。那三小丘，你又可以变成什么呢？我可以。变成 Honda CRV， 大气思维，舒适座舱，平整化行李箱，超大载物空间，顶尖安全科技，智慧主动防护啊！师傅很安全。1.5V Tech Turbo 引擎，流畅好开，还等什么？贺成交了啦！これで私も楽になります。这师父还等什么？上车吧。那如此一来，小丘师父就只有上你了。哎，不，我是阿弥陀佛呀佛！感谢碰打，让木要多活好几天。没人，没人，对。对，是不是？你们刚才讨论说你们要去哪里吗？完全没有啊，师傅请下，我最放松。我跟你讲，我已经料到这个情况。你料到了？料事如神，料明了。我们还是整理了一个，这个是参考经典。老师，那我们等一下的时间大概可以排几个？抓七点前回到这里就可以。七点，现在是两点。老师的话是顶多排三个，还是要去那个渭水之丘？渭水听起来这么厉害。就是你们想要去的地方，可以让你们来决定，没有问题。然后这个是我提供的参考，是，如果你们想去的话也可以。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结果，所以我们有制定了一套行程。哎，我觉得我跟你讲，你们的车钥匙，我有车哦。没有。哎，开始。刚刚若也不介意，我也是可以开了。可是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我觉得。你这一壶热茶
喝下去是不是就有一点困？这样子你会跟上一集一样都是睡。谁说的？我上一集没有睡。你上次同框。上次我说我睡一下，结果他们没有叫我。不行了，我要睡着。那你这次也要睡一下吗？可以啊，可以的。那我们就不叫你喽。那麦克赛哥，麦克可以赚点钱。我们先去这个嘛。好。然后再去你说的打卡地点。对。然后再看时间决定回来你是这边，也自己再想一个。好。去的那时候，我们就经过海边看一下。好。然后再去看夜景。好。好。小花村纯美手作的啊，我跟你讲，手作的贵。不要点。是哦，啊，先走走走。哎呦哎呦哎呦！真的、哎、不一样。我的箱子呢？对对。这里。我这是我箱子，对对。我的裤子呢？这里。还是我叫班班，还是你叫班班来？叫班班来啊，快点！你看班班怎么办？哎，你这条裤子好看，好看什么？怎么会有这个裤子的？你这样子会搞得我以后也不太敢穿，不太敢穿裤子。不是，你这，哎呀，我就说。出去玩好玩的地方在于这路上的过程，没错。只要是看到好玩的，就停了。有趣直接停。好。还是我们去博朗大道？可以啦。可以，确定我要改了。我跟你说，它就是一个建筑物，外观很漂亮，然后它有个二楼可以看出去，没有，它可以拍照。它不是沿路都有去打卡的地方吗？好，都是。你讲成博朗咖啡。你讲成博尔咖啡啦，白痴哦、喔！停停停停停停停！博朗大道看一下，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博朗大道。大哥，你的位置不太小。有吗？你有感觉到吗？对，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弄得比较前面。我刚忘了调。因为刚有人在跟我要裤子，我刚刚突然忘了。情急之下，情急之下，对，想把它调成长裤，不要被看。直走，直走，上去啊！这个要上去，要上去吗？要吗？不要吗？不要！来，迷路之旅，我觉得走错了，对不对？不担心，不担心，你相信我。我现在就不相信，我现在回转哎！我怎么你的那个没有跟着转呢？山不转路转，不要紧张。哎，你的步伐好慢，你的步伐快。我们是不是要再回转，然后要上去，对不对？いただきます。感觉好好吃哦。哎，小西，哎，汤头正点。温大刚说这个卤蛋屌到爆炸，对，卤蛋好吃，我也意外。我操！真的啊！哎，我跟你讲，我咬一点点给你们尝一下。哎，对不起。好吃呆了。哦，刚起来很辣，但没有很辣，很香。这个日本人怪不得会喜欢。嗯。あのご紹介してください。はい。日本の皆さんで。绝对不会先进去的。日本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今日イランに来てます。こちらはですね、牛肉麺のお店なんですけど。本当に美味しい。この麺のね太さとか日本人大好き。あとお肉柔らかい。皆さんぜひ食べに来てください。今天这一餐很有可能会因为坤达哥的面子而免费。哎，来这家店的一个常客跟老板非常好的一个客人，他是 Energy 的始终粉丝，拿了一张亮版的海报来要给达哥签一下。看一下，哎呀，镜头看一下，大哥，天哪！那他希望签，希望你帮他签脱，签还是签？我五个人都会签，真的假的？你是在讲真的吗？我讲真的，那你笑给我看。
哎呦，哎呦，好像，哎呦。我听说你们想吃个甜点。我今天就是想吃这个。可是你们要体谅一件事情，因为凯哥现在不吃冰的。你们等一下看谁？好想吃。温了以后才会啊。里面最懂寒的在另外一组。冬瓜。豆花喊一喊。哎，我很想知道一下，那组现在是不是很可怜？就是大家这样坐在这样。我觉得如果这边是一片稻田的话，应该超美。但因为现在在休耕，对，现在几月？九月，九月一号，在休耕。喂喂喂，帮我换一下地方，谢谢。而且等一下，我觉得我带你们去一个玩水的地方。好，好好那那个脚脚可以站人来，蔡哥你先。播出的时候，然后蔡哥说：“有魂无体，倾向稻草人。无魂无体，亲像稻草人。”蔡哥，他要送你一个东西。蔡哥，我是你的偶像。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宜兰。哎，你是我偶像。我是你的偶像。我是你的偶像。我是你的偶像。我宜兰在地小农种的。那是你自己种的？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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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特别的品种。这个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要鼓励青年返乡。小农经济，来来来来，所以你自己本身是学农的吗？不是，对啊，我是去年刚毕业，毕业然后回来帮家里，对，这个小农经济大家要好好的支持，好不好？红心拔蜡，谢谢谢谢谢谢，希望你们这个越种越好。好，定位一下呗，来定位起来，蔡哥可以，来定位起来，交给我表现，交给他表现一下，对，我不可能失误第二次，那不是我，哎，我们要过了，你刚不是说直走？你刚不是直走？这边回转，回转，回转，转超过了。这边，这边左转。你可不可以不要导航啊？左转过去，左转。哇！好气派耶！你要下去帮女生开门，我就把你当司机，然后我停在这边，你就去帮女生开门。好，好，来了，来了，来。镜头可能没拍好。有有有有有，不要撞到走哦。是是是。哇哇，哎哎，那那那个芒果，芒果这个要一个。要，这个也想要一个，很像。哎，这个也要。有红茶可可，可以五个都要。还是你五个都要？可以吗？我们可以分给那个那个我们的伙伴们。那我们各要一个。哇！不让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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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不然你进来，然后这是金都白玉，金都白玉，金都白玉，哇，这太美，太美，太美，太美。超米茶，超米茶，超米茶。这个是我们的布兰妮，这是用豆渣下去做的。哦，好酷，豆渣。这个棒，这个棒，哇，这个要拍一下，这个又漂亮又皮皮又好吃的。这个是。这个豆花。啊，我的我的。对，对，翡翠柠檬，这是我们的香水柠檬。这个喜欢多少钱？这个60块。60块。好便宜哦。我来摸，柠檬哎。都有。布兰妮。酸甜酸甜吗？好好吃哦，柠檬哎。真的，真的很好吃。哎，它用豆渣做的不太一样。对，这超适合夏天吃，好好吃哦，这个搭配。我跟你讲，他们东西哦，不甜又不腻。哦，好香哦。那豆花是屌的，豆花真好。豆花，嗯，这个鲜草也可以，你这个颜色。想当然就南方澳，可以。走啊！你在顾虑什么？要啊，要去啊！南方澳大概40分钟哎。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我想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其实你讲这句话都不讲了40分钟。那等一下我讲了就去做，而且超浪漫。好。骑那个 ATV 要不要？哦，好。那联络一下，我联络一下，免得没开。这是用这边的红茶啊，好酷哦。好喝哎，好喝。
这个也是东山的红茶下去做的，是红茶慕斯，哦，好好喝哦，上面是巧克力，是。红仔，我一点点这个边边 ，no， 不行呐，可以减，今天就先不要减。你在害我，对不对？我也要吃啊，我也吃哎。本宁已经瘦80公斤了，真的很好吃，这个很好吃，这超好吃，超好吃。它的那个蛋糕是很扎实，然后可是又不会是硬的。东山的红茶很厉害，全部都茶园，我刚刚经过，哇，好棒。全部都是自己制作的，全部都是我们做的，因为我们就是要做跟米相关的东西。这个黑糖糕绝对不得了，尝一口就好。哇塞，我跟你讲，光看着我就是最喜欢。其实它是像传统的花桂啊，但是传统发糕会用发粉或泡打粉，是。哇塞，我们是用酵母发酵。哇，这个好棒，这个好棒，没骗你。哦，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味道，这样，好。这个黑糖也有这种。哦，好好吃哦，好吃，好酷，这个也可以试试看，因为那个萝卜丝我们是早上现削的，我们可以有刀子给它稍微切一下嘛，不怕把它粘坏。菜脯，来公波西，西瓜，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他们都会付钱。我们家那个炒的皮也比较特别，因为一般会用那个土曲草，我们是用苎麻。哦，你先讲吃不吃得完，吃得完对不对？那你吃完。这是我们宜兰在地的素心红茶跟素心绿茶，所以你这个也是麻吉，不是料，是麻吉，是麻吉。我先生是第二代，是然后我们就是想要把米食的东西再稍微做创新，再扩大一点，或者是传统的花桂去改良的。这个做的真好，这个菜脯米可以放多久？常温只能到隔天呢。我们常温的商品都几乎建议客人现场吃，就当天吃，顶多到隔天这样。我想要买回去给老婆，非常喜欢吃菜脯米。各位啊，像我们这种贵妇行程，就是要喝点这种热茶。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就是贵妇的假笑那样子？好，要。就大家都是家财万贯哦，比的都是各个家老公做的什么。对。你在看人家做。可以。我刚看感受到你的心情，你讨厌他家老公？No， 就是我们家不看不起他家老公。我们老公都是几亿的，他老公上个月才。6000万，笑破人家内裤。几亿也不用这边带便当吧？要不要擦擦你的小手呀？哇！先喝完。好。下一趴是那种一群好朋友去海产店。好。啤酒。好。哎，来了，干了！哎，多久没见啦？哎，表面相信哦，哎，来喝哦，对，哎，哇！注意啦！来啦，我跟你讲。一杯我喝下去，明天干大事，明天要再干大事啊！干大事是什么？干大事输啦！是什么？啊，七彩！你哪里打电话？我这边让天收紧，这会去烫着。烫着！太大了吧！我们今天到底是干嘛？今天就是一个屋檐下，你要怎么弄啊？今天风景很像，像吗？我们这边是阿公 vlog， 另外一边会是野人七号。剪掉！这个一定要剪掉！剪掉！这个是留给姐姐视听，对，让他看这段录音。认识我们，他会觉得说超有内容，可是又不能剪。哎，南方号是在这里。对啊，这辈子第一次来。真的假的？真的，我没有来过南方号，屌了吧？屌。江应该也没来过。没有哎，完全没有。马校长有来过吧？没有。因为一个日本人。哦。我一直不相信。不相信？你偷偷住很久。好 local， 对，我也变成。
台湾人，台湾人，对，假日本人，假日本人。所以我们要复刻一个重要的经典。怎么说？还记得玛利亚跟台哥相遇的那一天？今の時代になっても。手紙をまだ書き続けているよ。你要去听我讲，听我讲，听我讲，这个浪是要去的浪，这个浪可能上不来。阿公，我又想说，我这边这个肌肉这边都恢复了，我刚刚有点想冲了。没有没有没有，不要、哦！你现在备赛，你在这个属于备赛运动会的状态之下。好、哦、好、哦哦、因为他这个达哥说我备赛，算了。你想给我阴险吗？可以。不要骑大的，可以啊，帅。一般的消费者不能骑大的，可是你来可以。木药是来可以，谢谢。欸、因为老板说他是木药粉，我们来考试，你觉得怎么样？好。哇，这个为了让你不要太难看，我最近最爱的是看瘦子那一集。好，瘦子那一集，因为刚好我也没看，所以我没办法考你。好，有没有另外一集你讲出来，我们考你的？不能讲市长那一集哦。市长不说，那太红了。有没有看过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有。好，我来考试。好，请问你是不是也忘记了？太久，太久，你放我，你放我，卡车很久。请问卡车司机里面有哪两个主持人？没有你，对对对对，会做节目，三岁反正就吧，单叫一个人，有你，有我，有我做副驾，我做副，对，台哥在后面打瞌睡，歌星。我们其实算是蛮有缘的，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说来这边。我们是临时，我们是临时 Google， 然后我们就刚好找到你这一间。有，所以我们刚才接到电话的时候，从东山对配到苏澳，哇，然后开启营业模式。好了 ，OK， 那现在所有的驾驶双手都先帮我抓着手把 ，OK， 没问题。好，来左边右边转到底。
出发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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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满足了视觉的响应跟味觉的满足，叫做火。你猜，火焰飞舞热眼牛排。恭喜答对。Yeah. 我告诉你，我光看到这几张图片，我已经快受不了。我想点一个焗烤大扇贝心香煎脆皮鸡排心，等一下，焗烤海老拼大比目鱼排拼。先有鱼排，拼不拼了？不拼了，拼到这就可以了。请给他一个喷筒，谢谢。现在呢，我就载董仔直接骑这个550cc 的过水，听说已经会过到一半哦，好不好？等一下，我们的感情就从这个时候加温，好不好？学生对，我们大学生，你们是回到大学生行程，对啊，真的，就是找回最当初的那种快乐，没错，真的，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找快乐，比如说电脑、手机，都是比较科技的、网络的，对，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什么都没有，落地生根嘛，你的脚要踏在这个草，
吃草嘛，就快乐嘛，我就吃，我要吃草，我要大自然来啊！要吃一根可以吗？吃一根就好啦，吃一把不是三吃一根啊，一把一把，剪刀石头布。啊，吃草、啊。怎么样？什么口感？你跟我们讲一下。快乐啊！口感是快乐。吃的。我觉得这样牛、啊。我是觉得，我们等一下真的还吃了一下 BB 裤吧。这个行程不能给他们看吗？这个台哥就是一直吃的。对。我有次说很遗憾，应该六个人要去。对，就是就是我跟温哥没去。哎。难怪今天台哥就一直在那边念念旺旺的，就其他人都还没来。他开心的时候就希望大家都在。对。他刚讲的是什么？都希望大家都在的话。哈哈哈哈哈。怪怪的哦。放心，大家一定都。大家都会知道。我觉得等一下会有人来帮我们开车吗？或者等一下我们来坐酒吧，我们把那个四人座抬上去。哦，要不要喝一点？要，要不要喝一点？我觉得这种气氛不是说要跟人家说饮酒，对，这个叫做小享受什么？小酌怡情。小酌，小酌，小酌。那没关系，你们帮我把这边打作18岁未满，请勿喝酒。对，对，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就要去享受一下。请问你们有 Mojito 吗？有，水。麻烦来给我一杯 Mojito。哈哈哈！来，慢下。哦，起来了哟！哦，对对。那我再的香槟菲力5分钟好。哎，香槟5分钟。好。哦。行。哎，奇怪，我的还没来，我拿的。拿了酒。来，你先尝一尝。哦，这边不错。我想那两块什么都不要放，够了，原味相当的清甜。两块要多少钱？老师长，够三毛钱。太好了，你可以吃一小口，接点，然后给买账。我全天下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只有一样，我不喜欢吃鳝鱼意面。很好吃哎，鳝鱼意面很好吃。进我们今天四个人的下午轻旅行，没错。其实我今天说真的，跟这三位一起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心中是喜悦的，因为我其实之前就一直跟董仔有一些，就比如说他来店里吃饭，然后我们就会分享，然后我们又有认识共同的剪接师，对，然后就其实都会知道他在干嘛，可是我们从来没有遇过，对，所以我其实冥冥之中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要跟他一组，我才会知道说我喜不喜欢这个朋友这样。然后今天我真的蛮想跟你一起，那我先走了，大家拜拜，接着走，你走你走，退退退。还没喝酒就讲真心话，啊、没有。然后我等一下喝完酒，真的再讲出一番话。然后我跟蔡哥是因为我们2年前录了那个影之后，我送他回家，然后就中间就没有遇到。对。但我们那个短短的一个车程，我跟他在车上讲了很多的真心话。真心话。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真的人。真的人。问题就更不用说，我们就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还不错这样。放给我的爱人来，我本来想说带你们去一个比较近的瀑布，但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摄影机啊跟我们装备不足，我觉得有点危险。哦，这也是你贴心的地方，这个没办法，你会一直去帮摄影组，就是今天是拍马屁大赛，对不对？今天是拍马屁大赛，对不对？那我问你们一个，我就知道你到底人是好的还是就是在虚伪。好，你觉得我比较像于天还是像余文乐？于天，于天，确实，于天，确实。哎，你们还没吃饭？欢迎欢迎，真的假的？吃一些吃一些，吃一些很屌的，吃了吗？不能吃太多。微微，你们吃的比较多，我们都知道你们吃的超多了，大哥。哎，没有没有。等一下你讲话怪怪的，你是不是喝酒？喝爆了。我突然觉得董仔长得蛮漂亮的。哎，李博士，我真的觉得辛苦你了啊！你必须把自己灌醉到这样。突然之间觉得你灌醉才能玩。等一下，等一下，我从今以后不。怎么干嘛干嘛？哎，那间摩希朵今天的节目，很多人误事都是那间摩希朵。要到用摩希朵让自己做节目。等一下，子哥那个影片我们要看一下。整个下午的行程一到刚才为止，
只吃了一点草，所以你们现在是吃不下了。我现在就是有点饿。啊，不是吃很多吗？少少的，他有点饿，是想说吃的。今天大家对不对？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下来吃烤肉，好不好？好。路边烤肉一定要介绍一下，宜兰最屌的，最屌的，知道？我们在录影的时候，他们都会永远都会出现。你可不可以将他弄蒙西豆弄来给我？不要我，你也想蒙西豆？好不好？来看他这么漂亮，他想要。我喜欢喝蒙西豆。那一间到这边过去六分钟，六分钟。他拿过来，我跟你讲，蒙西豆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就叫四杯，没有台哥那会误事，那会误事，不用管我们。我们四个人要睡在一起，你担心什么？担心误事干嘛？担心误事干嘛？不是，哎，我虽然说现在有点mojito，对，但是有没有解药？赶快拿过来，因为我今天怕我误事，有，对我怕我误事我会后悔。好了，快点去换衣服，准备休息一下。换衣服，因为我们要喝一点魔芋头，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你们没有救吗？我们进去，我们进去，我们进去，我们进来，我们进来，我们在哪里？魔芋头，不要硬玩，我们两杯就下去。真，他们不懂我们的 word， 他们不懂我们的 word。哎，以后一个屋檐下多坐，真的多坐多坐多坐。哎，他真的变了，你刚才变。哎，你不要这样看我。我觉得这组很好玩的。我上次看林柏森这样，大概是喝了12瓶。好了，你们真的不要这样子。我叫董小姐，她是非常漂亮。董小姐是非常漂亮的。董仔她非常的有一种怎么讲？美味。我们讲说 charming。对。美女，哎，越看越美。哇，你们是玩得很开心啊，观众有一点受不了。好了，哎，等一下，我不能喜欢这种，是不是？观众现在一直在问，到底是什么魔芋头？不行吗？我们来说，来 ，Let's go， go， go home。Check it out。现在男朋友来了，男朋友一定很可爱。他就是很闭塞的人，他就是很台，很好笑的。他是很闭塞。不会啊，他就是台。他会不会嫉妒你这样被大家这样？喜欢吗？不会啊。不会吗？不会。哎，那我刚刚这样，男朋友是不是吃醋？会不会生气？他都不吃我醋，好奇怪哦。他不吃你醋，我是多安全啊！真的是很安全，真的是太安全，长得太安全，不行。等一下，不是，他就是退了，退了，我很退了。你知道你刚刚做什么吗？你在干嘛？今天麻烦各位了，不会。我靠！哇！这个感觉很好吃耶，神猪肉。今天那个一个屋檐下就放大家了。哎，这个也要看一下。一、二、三，阿祖蛋蛋。赞！我的天啊，我吃到你了。太扯了吧！你不要讲别的，光看这个画面就已经快崩溃了。老板，你是不是拼了？老板，你是不是拼了？哇，师叔，我靠，你很厉害，看着好屌。我们下午在聊，如果你稍微喜欢一个人，你是要到有几成的把握，你才敢表示说你喜欢他。下午他们的回答是我们这边都比较倾向要到100%才敢。对，因为我也是哎。如果那个对象就说过年前想要你带他去那个迪化街逛一下，可路上人太多了，那你有点怕他走失，你就拉着他的衣服说我们一起走这样。然后你把拉了衣服了，然后他就这样。比如说我是这样，哎，怕他走失，我就拉他衣服，然后突然牵我，然后我就会故意很 man 的，就是牵得更好，就很大方。牵起来自己妹妹也是自己。啊，妹妹没有啊，妹妹有什么感觉？问题不是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是他已经来了，代表他已经鼓起很大的勇气，所以你要给他100%、100%、200%的安全感，告诉他说我可以牵你。那前提是你也要喜欢他，所以你这样你就敢回应他了？不敢回应他。问题你是那个要有几层把握，你才敢说你喜欢你。对方一定要先说问你哦、喔。对，那以后请把我朗朗上口挂在这里。谢谢你，海爱。要这么喜欢你的歌，太可以。这首你还不会喜欢呢、欸。这套怎么听起来有点菜歌呢？那董仔呢？是主动出击的。真假的？好帅啊！哪有是我追的？嚯、哦！
我敬佩你。好，牛奶，敬他一杯。赞，牛奶，牛奶，你这个女中豪杰，你是个妹子，赞。玛利亚的菜是哪一种？我很想知道。哦、你不知道他的菜是哪一种？其实玛利亚赏，他没有很喜欢帅帅的。他不喜欢帅的。好，哇，我被淘汰了，我先抱歉。你没事，你被淘汰的关系是因为你太智障，不是因为你的长相。你先一消弹指，还没轮到你。我喜欢你幽默，然后给我安全感。最大的年纪你可以接受多少？比爸爸小。爸爸几岁？53。啊！我也蛮期待你真的交男朋友，然后我们知道观众不知道那一天。我也想。到底你是怎么想的？不容易，我跟你讲，他们要交男朋友都不容易，所以你在交友上面是谨慎的，要谨慎。哪怕有些人公开场合一直在把，一直在那边讲说，我好像很喜欢他，都不行。那个，对啊，你眼睛怎么看这边？没有，我只是想到，那边是一个，刚好像有个文字，哦，是的。问一个紧张的，那个央，你如果有一点好感的男生，你是主动出击？我好像不太会。哦，你不约的。也不聊，主动聊天会，可能他最近发生什么事会主动问一下，或者看他低潮的时候问一下。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看他低潮什么事，你去用他电脑。不是低潮，低潮就要问，低潮里面都会有一些通常低潮是他。而且我刚刚想到一个，就是这个场地其实很适合做双人工作，还是我们来录一个，我们这些很没有火花。哎，不会硬吗？没有，开玩笑。刚刚那个 tempo 有点难。来，敬蔡哥一杯。刚刚那个 tempo 有点急啊。对。哎，那我问百祥一个问题。来，百祥，你要问。跟今天这个主题完全没关系。你未来想做一个屋檐下最屌、最屌、最屌的状况，你会想要？我想要你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之内跟外界阻断，就是我要没收你们的手机。因为你们四个人很有可能，比如说我说咔，然后你们在一个空间里面，你们大家就开始看自己的 IG 什么的。我想要把这个行为拿掉。你看，比方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对不对？比方男女感情是好玩的。过了以后，我就在无法再聊这个话题了。我可能就会问，譬如说，哎，你是不是知道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陷害的很严重？我可能就会聊到这一段。但这个有可能会给大家观众一个很大的醒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用这样的方式跟家里爸妈？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可能也不喜欢他聊的话题，但是可能这样聊聊，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可以真的更了解爸妈，或是更增加。他们在家里可能聊不出所以然，可是他们出去两天一夜，可能可以这样聊。对，可以的。所以你如果讲那些。
你过来看，我们这里有一段。他就一定要先放出我的。这段我看过啊，我知道啊。我在整前记录三十分钟，我全看完了。真的假的？然后我就说我也看过啊。哎、欸，可是很讽刺，那个结局。到了那个一个问一下最高潮的环节了。哎呦，哎呦！经过24小时的相处，我相信你们彼此呢有更多的认识了。还没有问题哦。对，接下来要进行一个考核。阿良说，这个单元的名字叫做“这个早餐他一定喜欢吃”。玩过了，这个单元的名字比较冗长，玩过就不能玩吗？对不对？你这个没有押韵嘛？你看这个早餐。他一定喜欢，不就好了吗？哇哇哇！这个学问嘛，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是学问嘛。所以接下来我要进行抽签，那你的签是不能公布的，谁买给谁，你知道之后你不能跟那个人有沟通，你不能打 pass。我你加油。好。是隐秘的吗？隐秘的。金额是100块，100块。那个现100块，哎，太多了。算你不吃，豆类，对对对。哦哇！你要猜他喜欢吃什么？一系列片。我懂了。赞！我第一次吃。啊！快就够了。好了，剩2支签了。哎呦，从哪里来的？哎呦，回头的时候是闭眼睛，真的假的？他的车表面到了没？看到我了，站站站！他那不是因为抽到我，他纯粹想看我一下。想。太多，哎、欸，怎么还有2支？如果等一下蔡哥回头也看了一眼央的话，应该就是央央。不是，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也不一定。那我这样怎么办？你抽这样会有一个人没有你吃。没有，换一个，换一个，好，这个。OK 吧，你放心，你整个定位，没有，这个很棒，这个很棒，整个定位，这个很棒。温你，他应该抽温你，抽我脸会这样。不会不会，我抽的已经好了。好，那我们就出发了。好的。去一个卖很多早餐的地方。好。好，然后你们就各自行动。他一个上次是头七馒头。对。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你上次没参加。对啊，我有参加。没有，你去女朋友结婚。哎，几百块你家己去买早餐。我就跟你买，买者买者，买者啦！你唔免等我，你若不到腰，你该买啦。哎、欸，我讲，爱有找钱回来哦，因为这个20块的额度，我刚提着20元，20块找回来，买者买者买者。来，好。欢迎啊 ，OK OK。这次我是用心的嘛，用心，好，出发啦 ！Go go， let's go。哎呀呀！我常看电视。你好，陈百祥。嗨，你好。哥。哦，我觉得这里给你自己玩。我自己玩。哎、欸，我自己玩，我自己拍。陈百祥，我自己拍。你给我解释。你讲一下，讲一下，我真的没办法接受。真的是，我们是用技术力来分担。对，台哥技术力是负的。对，就是我跟平成跟永威，他要加3个人，3个人。你的技术力是接近顶，你跟永威只差。来来来，有人要经过，来来来。所以我就自己去找我自己要的东西。对对对。哎、欸，你也有一个人陪着你。哦，有啦有啦，静平。哦，好靠北了。好了，我现在要去帮阿玛利亚买早餐。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市场里面应该比较没有他会想要吃的东西，原因在于说他的早餐应该会比较偏日式，而且我想要让他吃到有点就是家里的味道。这里面应该等一下我看到了，好，我等一下过来买，因为怕你知道 so easy 这样子实在是看不出来说到底挑战性在哪里。我今天要帮公仔买早餐，超妙的事是应该说很默契吧，刚好公仔坐在我旁边，然后在抽签之前我就说你中式或西式你会选哪一种，公仔就说他会选中式早餐，所以我待会看到比较中式啊蛋饼烧饼油条那一类的应该就可以直接买。我们在那边查一下这里合吧，好像会煮开，等一下我们查一下。我觉得可以点三个小时中式早餐 get， 然后再看有没有可以买一点东西。我帮 Kid 买，但是因为 Kid 我知道他是有在实行168，我现在买回家可能也没办法吃，所以我在想说是买一些就是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吃的东西。这怎么买？半斤140鲜猪肉。140，半斤140。就是一斤280。可是我只有100块。哦，这个不可以哦。这个不可以、啊。要这种的，还是那个肉排？那这个有办法买？就是昆仔。我就是昆仔。你就是昆仔吗？我可以买50块的红烧肉吗？好啊，可以啊。那还要什么吗？因为我只有100块，我不知道还可以买什么。我帮你凑好不好？海鲜的好不好？但是会不会吃就是有点都太重咸了一点，我然后给它搭配加一点啊。再加一点9层花汁，好不好？这样是多少？帮你抽一百啊！可以给我留个10块、20块，我想买个馒头之类的。来，算你80就好。好，谢谢谢谢。先买个10块饮料好了 ，Seven。韩国在外面等你。好。啊，我只剩10块了。早餐里面跟央有关系，他应该都会喜欢吧？有什么早餐是有央的、啊？鸳鸯奶茶。不是超个车、哦？可以。好。有鸳鸯奶茶吗？鸳鸯奶茶。没有鸳鸯奶茶吗？没有。哦，好吧。那请问这附近哪里有卖鸳鸯奶茶？很需要鸳鸯奶茶。对。不知道。没有，可能要晚上夜市才有吧。好吧，因为我抽到的是台哥。哦，你抽到是台哥，真的很严重的。这个如果错了，就之后。那你觉得台哥以你的印象，他喜欢吃什么？我的印象中，他早上会吃是素。是什么？素颜的素，然后饲料的饲。素食。素食，啊，对，素食。很弱哎，感觉素食要放弃。应该没有，那就买台哥最爱吃的羊肉吗？我记得台哥不喜欢吃沙茶酱。对，现在很了解。对啊，然后不能加香菜。重点，我抽到的是羊羊小姐。然后刚刚他就一直试探我说，公仔你喜欢吃中式还是美式？啊，我是回答他中式啊，但其实因为我最近刚好在戒淀粉，只要有菜肉蛋我其实都可以。好，我发现了，比较不会在室内，是因为室内都是生的，所以我现在要绕出去。好多人，好多人啊，对，可以拍照吗？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可以两家摸啊。OK， 谢谢谢谢公仔，你本人很美，你也好想吃哦。阿里山香片无糖限定，这好喝吗？还蛮多人喝的。那我要一个阿里山香片，谢谢。谢谢。其实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我跟我要买的那个对象，昨天是完全没有在同一组的，我没有在看到他喜欢什么东西，但我们心是很靠近的，没错，因为我们长相算雷同，对，长相雷同，感觉没问题了，因为我们这边大排长龙。哦，你好，请坐。我爱接饭团。好。
啊，我要加蛋，但是辣我可以另外包吗？好，谢谢呢。啊，大姐，我可以问你这边有什么比较好喝的东西？这附近好喝，好喝的。我不大喝饮料的，凉源也不错啊，来吃个蛋。哎呦，你隔壁的凉源啊。好好好，谢谢啊、哦。谢谢。还有凉，哇，没，我还有六十五。大哥，我要一个小盒的凉源。好，我们要问一下当地人，对不？民生市场里面啊，比方说我们要吃小吃或吃早餐，你都会推荐哪一家？这边有一个米粉汤，对不对？对。所以米粉汤是早上就开始就有了。谢谢谢谢。米粉汤，长春小吃店锅三米啊，你敢看我买啊？民生市场。你郭子乾大哥今天来家，买个我没讲啊。你几点啊？三个，然后我下午的。我跟你說，你就要換一台電視啊。阿妹吃啥？啊，我一個一碗米粉啦，又是米糕啦。哇咧，台哥來，台弟弟。來，我給你回答來啦。第一次聽到有人叫他台弟弟啦。台弟弟。啊，讚的啦。欸，台弟弟啊，等一下，你照戲啊，我傳給你的。你說施工提案讚的。來，好，不用了。好啦，謝謝啊，我來給。多謝。看到沒有，我們宜蘭的鄉親就是這麼熱情嘛。就像那嘛，拜拜拜拜拜拜拜，看到没有？爱你哟，好不好？他们差点就是荧光棒要拿出来了嘛！我想你在那种年龄层都是最红，讲这种什么话嘛？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应该要克里欧。这个，哎、欸，这谁的衣服 ？Kid 的衣服啊 ，Kid 的。他不是跑去洗头了吗？哦，那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你好，这个是萝卜丝的，然后这边豆沙。萝卜丝的多少钱？一个十块。我拿一个萝卜丝的。谢谢，谢谢。来，王总，可以拍你吗？哎，你要给我拍照吗？可以吗？我可以给你拍啊。谢谢。拜拜拜拜。那我们点一个三星葱蛋饼啊，还是我买一个冰奶茶？可是有豆浆，而且我早餐都要帮他准备很丰富。其实我本来想要买咖啡，可是咖啡卡。我们要喝咖啡吗？可以吗？可以，请你喝一杯吧。你冻在有咖啡吗？谢谢老板。哎、欸，这家店是名称是什么？哎，把它介绍一下。可如意。水如意早餐店，大家来宜兰的话，可以来这边吃，有非常特别的三星葱蛋饼，台北吃不到的。现在呢，我决定刚刚问了路人之后呢，发现就是这边在地的人说推荐张秀雄，我决定去张秀雄那边呢寻找蔡哥的早餐，因为我觉得我刚刚的计划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那种，有一点点太难了。喂，你好。嗨。不能跟他说你买谁的。喂，你想买谁的？我买蔡哥，你呢？我是蔡哥。你是台哥。我压力好的。我比较好的。对呀，所以我刚刚想说想到给雷拉，因为雷拉是最了解台。哎，可是你买了对不对？对。好。买了羊排餐。可以。对，希望发挥。我现在去找蔡哥。清汤。没有香菜。没有香菜。可以。雷拉就可以。到雷拉的账应该可以的。这是四枚，这个黑豆多少钱？黑豆，我只有20块。可以吗？都可以。阿里嘎多，哥在吗？都可以。按给我，都可以，收了。真的吗？真的。谢谢，不好意思。面比较安全，可是龟啊也很好吃。龟啊感觉很好吃，要不要吃到干的那个铁砂茶羊面？因为沙茶是我们家自己做啊，真的、啊。好，听老板娘的，我觉得我这一棒很强。不过趁这个自己录影的空档，我必须说，大家你放心，就是
你知道，其实，在节目上啊，如果这些资深艺人他们越愿意跟你开开玩笑啊，这种就代表你在他心目中，他们是很乐意教你或者是让你曝光。所以我就是真的觉得他们很好笑，很北啦，我笑到我今天第二天已经烧瞎了。我昨天有点太放松，我没有把自己当作是来宾，我把自己当作是观众，我一直在看戏。台哥真的太好笑，跟 Kid 哥两个真的太好笑，然后达哥就那种冷冷的，然后一句两句的这一种，目标真的很好玩。这几年了？哦，快70年。70年老店，我跟你讲，哎，可是我们现在预算只剩下30块。跟我说，怎么样？30块，我就请你们吃吧。等一下，姐姐，你稍等。看错，我是妹妹。对，听我说，我们不能超过预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就不公平了。不公平，对不对？我个人请他总可以吧？可是那拜托妹妹帮我们包一个小包，10块，这样才符合规定。可以 ，OK，200，谢谢啊。他们老板来了，这2包肉干请你们，这是我们的招牌，没关系，2包，我们老板说，行了，没事，不要，等一下，可以的，真的，可以的，他会假的，这我500个退回来了，不要这样啊，哎呦，这怎么可以？不能这样，趁着老板还没反悔的时候，我们赶快走，快走，谢谢啊，老板。突然间又想唱顽童的歌，怎么这样？嗨，干嘛？想来吹冷气对不对啊？都买了，好，姐不用吹头发了 ，OK 了，这样可以吗？可以，不用吹了，擦干一点，没关系，可以了，我赶快走了，下次有机会再过来给你洗头发，好，谢谢你，拜拜，谢谢，好，拜拜，还剩下最后的35块，然后目前想要找饮料，15我们已经完成，淡出去，哎呦，哎真的，35刚刚好，好像可以，传统到底，好，完成了。100块结束。我只有100块的话，可以买到怎么样？你一碗吗？哈，一碗大的吗？一碗大吗？大碗40，还是买个小碗？小碗，对吧？因为我要带走。带走的话就是大碗的喽，没有包小碗，没有办法了，好不好？看你啊。要包吗？包一碗，那两样菜。100块，还给我装，你会喜欢。我剩20块耶！我给他看一下有什么喝的。对，我有点想喝东西，买自己的。最推荐的是哪一个？推荐这个，这个是比较好，还剩下一个。好啊，这是多少钱？10块的。10块，谢谢。这是叫什么名字？9层糕。9层糕。它是一层一层去蒸的。哦，九层糕。9层糕，谢谢。我们在那边，你知不知道？那个老板拿走了。我在那边是，老板，你有没有卖10块钱的什么？转身就走。有10块钱的花贵吗？有花贵。不理你。想不到还有第二发工商时间。哎，通常不是这样。你的头真的是满出，哎，没有他的钢盔好屌。他还是扣了起来。你看一下他的头，他头整个是满出钢盔的，看到没有？台盐的水怎么来？从这里来嘛！啊，这种海天一色的景色，你看看多美！我问你一个问题，对不对？想知道台盐水的水从哪里来的？我们就来到海边，来到厂区。对啊。那想知道消波块怎么来的，要问谁呢？那你要问那个水泥公司，他们怎么做？答对了，好不好？在灌浆。听说厂长已经来到现场。哎呦，今天居然我们还麻烦厂长来跟我们做解说。厂长在旁边，看我们哈拉15分钟。台哥你好，哎，欢迎来到我们的通宵台盐生技。现在已经是一种生技公司了，看到没有？厉害了！我跟你讲，先这样，讲那么多没用，先来喝一口。你这为什么会翘？你这为什么会翘起来？先来一口。所以我们这边喝的水全部都是台盐的水，对，厉害。海水的暴力，海水的电透析，还有海水的蒸发能力，其实 RO 逆渗透就已经可以喝了。对，但是我们就经过很多道 RO 逆渗透已经很厉害了。对，而且我们的水又是不沸腾的熟水。
太丰盛了，太棒了，太厉害了，哎，等一下，宜兰的早餐太多元，一百块居然可以变出这么多，哎，一百块你给我买成这样，对，他是友情四射，他也没有，整个友情喷发出来啊，来，跟我说，跟我说。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太多元，太多元。那等一下我就依序点到名字，就先试吃自己眼前的早餐。好，然后对大家描述一下感想哈，大家过来品尝一下，没问题吗？没问题。才哥，你先开始。我先来吃了，我们也顾不得什么压轴，什么开始就是压轴。哦，我刚才在做客户。这个人对台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个人不跟你讲，这个人不管男女都交往了。哇，哎，交往这个，讲到这个就比较那个了。哇哇，这羊肉太多元了，太屌了。我们可以吃台哥的吧？应该是台哥。可以啊，来啊。对，我们应该可以吃一下吧？对，吃一下。对啊，怎么会有 Q 的？可以吃台哥的。所以一开始就把游戏规则定起来，你后面就会比较快活。哦。哎，不要再来吃了，靠腰，我就这一碗。走开了，滚啦！台哥，请发表感言。这个羊肉汤哦，你连酱都不用沾。那你吃的黑黑什么东西？黑豆养生啊，嗯，你是要整碗喝完你才能品味。哦，先到先点再来先。你先评分，先评分啊，海哥。没有人评，人家先评分。这时候后座拿快的，又拿快，又拿快。海哥，你先评分啊。这个完全知道你的喜好，就算你心里有数，我们也先不做猜测。现在请你从零到十分，你这样哎，准备这个早餐，给这份心意，他最心爱了。一个评分，我先讲一下它这个内容，比方说它是很简单的一个羊肉汤，他看到这个羊肉汤，他会想说，哎，他会找到黑碗羊肉汤嘛，暖暖胃。我就觉得他很有水准，他就会选一个羊肉汤，然后呢，他会带黑豆，他又讲到有养生，没有什么淀粉，但他还要有一点点淀粉，他就用一个像娘惹一样的娘惹糕，九层糕，他又甜甜又带点腥腥，腥腥带点甜甜，就咸甜咸甜。感觉你很像是萝卜糕，它又不是萝卜糕，它结果是娘惹萝卜糕。九层糕，娘惹萝卜糕，九层糕。来，请给分。十分，你好，可以去喝汤了，再见。哎，这个太完美了，我好想在这边，因为我想说再补充点什么东西，我怕我的梗不够。不用了，谢谢。他对这份早餐可以说没了，没了。我回来，停下。而且还洗过了。你们今天真的很肯装穿我太太的跟我怎么弄啊，帮你补好补满，对，非常的满意。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位玛利亚，请试试你的早餐。我认识，哎，而且没有人早餐是你不能把你早餐讲出血啊。干贝你要不要吃？干贝我饿了啊！哦哦，比目鱼很好吃，比目鱼好吃，拿这个，那我去。对啊，已经整盘没了。杨，你是中原苦做出来的，是不是？还一直拿。新曼你可以吃吗？不是很好吃哦。他可以吃，他可以吃，他可以吃。希望等一下吃到我的时候，大家也是这么踊跃。这个汤吗？日本吗？你们这些蚂蚁先走开好不好？等一下啊！他刚刚已经讲，他才吃了三个，不好意思。我是想喂他吃。哎，啊，拿去拿去拿去，那这个就贴心了，这个给过了。哇，那你要去那边的时候，身为这个蚂蚁雄兵的队长，还是必须跟你讲，你可能要先吃一点，再喝一点，不然你等下去了回来，应该也是被我们这些蚂蚁雄兵吃完。我刚刚就是不应该放任这个外食的。大意，你应该拿着碗过来。对呀，大意，我是太相信他们了。那你要不要这个？我把你夹过去给你。嗯，你怎么那么好？因为你不想吃哎。这么好。他的冷冷一句很可爱。哎，你喝到他喝的地方了。讲真话。台式寿司好吃吗？因为我也很饿嘛，所以就觉得很好吃，不像是日本料理，但就是日式料理很好吃。啊，早餐喜欢吃这个？嗯，很可以，但就是我对贝类过敏，所以里面有放贝类，就看到觉得哎，那我。
配两个，如果换别的东西的话，我也可以吃，所以有可能跟我没有那么熟，但就是他知道我是日本人，所以给我那个日式的东西，是真的很开心。那你现在要评分喽，零到十分，请给分。七。啊，这么高。七分。我们来试试昆达克，怎样？啊，这你吃就好了。是什么金玉良缘的？我很喜欢吃那个哪个，但这个是不是晚上给办夜市的时候吃的？是甜点，而且还有汽水，然后早上喝汽水的啦。啊，那个那包里面是什么？饭团。饭团。先吃咸的，然后还有。可是饭团为什么加酱油？酱油在外面。特别的，他们这个传统类型，而且哎不不不不不哎呦哎不，其实这饭团不错，饭团是好吃的，这整个早餐我应该。所以那个没兴趣，就是他给你准备饭后甜点。哇，真的棒！真的好怪哦，早上吃是不是。他跟你跟我说，你先把蛋糕汽水打开，然后你吃一口饭出来，然后这样喝一口，我觉得真的有用。请问大哥，你有什么特殊的甜点？嗯，真的不适合。好、啊，对。我只能说就是。真的蛮怪的，就是良缘这个东西放在那个一天的开始，我的心都凉一半了。良缘也不错啊，那吃个蛋。没有，不是你整个求个缘，而是你心都凉。对，然后这饭团是还算及格的，因为就是很基本的，就是一个配备这样。你早餐吃饭的 OK？ 有时候还蛮常吃饭的，但我只能说良缘单吃其实是还蛮好吃的。良缘也不错啊。然后又加了一个弹珠汽水，好像喝汽水，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用的弹珠汽水。哟，哎，真的，一罐35刚刚好。可是要打分数吗？对，从零到十分之中，达哥经过这个足量的扣分之后，请问你分数呢？分数你自己了。好，这样子其实加加减减，我觉得大概是。但是我蛮喜欢的。好，其他其实买这就是要可爱。而且他们一定没有吃。来，董仔是那个人会觉得董仔是一个很可的人。然后永和豆浆全餐直接买完。对。但不晓得豆浆有没有甜，因为我爱喝无糖。咖啡吗？甜。就跟旁边一样有甜。也有甜。哎、欸，这是咖啡。不用心嘛。这也不行。买三个饮料全挂，这几率哇。那个咖啡豆是好喝，是好喝的。怎么可能？是好喝的。这个感觉刚刚那个凉甜是比较好一点。哎、啊，你是不是有？哎，你是不是在 talking？ 你没发现头皮抖又出现了吗？又转一圈，我味道出现了。你只要告诉我们是不是你喜欢的。我最近好像戒淀粉，所以我就把皮撕掉吃蛋果 OK。可是那个就没办法，这不能吃了。所以他根本连懂的都不懂嘛，都不懂，他根本而且昨天对，明显的暗示了，对啊，他不吃淀粉，对，女人的战争，你已经胖了，他还要跟你更胖。没有，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胖，他要更让你更胖，不是说你现在胖，你不胖，在我眼中多了，就像一条线一样。不要再开玩笑，对，它是一条线。那我们要三个。现在状况是这样，东西本身可能不会不好吃，对，但是对你的了解度可能是负的。我会分各半，比如说五分是食物的部分，另外五分是对我的了解跟心意，那另外五分可能就是品。啊，所以就是全部五分我给食物，算这好像也太好了，我六分。谢谢董仔，请回。这个跟昆达可能有的比，这个我真的看不懂他到底在买什么。这个到底是这就是菜市场里面的东西啊！你今天带你去传统市场，你买这个干嘛？这个真的是送的啦。对啊，听我说啊。哦。谁好？哦。在补啊，大哥在补。在补吗？这个是挺软的，我吃不下。这么口头吃，这又不是我买的，你要讲什么？讲的好像我是针对你一样，我是针对这个人，但我不是针对你啊。对，我自己吃嘛，不是你自己吃，我自己吃，我自己吃嘛。哎，我那好好吃，你先等一下啊，我来煮你先煮。太明显是他买。对于这个买早餐的，他是这样，因为刚来走的时候，他知道我们这边的店东家做的这个饭团非常好。你吃吃干嘛？他说一定不是，不是只吃这个，是要配这个。不是那边吧？是那边的，你吃自己的。你要吃什么？你先吃一下。我真吃不下。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哥给我点压力，真的。那我吃吃看嘛。哇，好，不得不说这个红烧真的做得很好。今天所有的东西，最重要的要看这次的。
友情四射。哇，它有一个暗藏的玄机在里面。你吃完之后，吃完之后，哇，射了。我们今天是一个朋友的立场，吃什么都认，敢勒索。我大概给一个分数了，你懂了吗？懂了，友情的分数。我看这个不是我，我直接给你提起。我懂。来，快，凯哥，你帮这个餐点很那个哦。请。为什么这边转悠？欸、我很意外你不喜欢吃那个肉。不是，我喜欢，就是说今天早上太黑了，就是早上又没有吃。你没有吃到超贵的。你不要过来了。哎、欸，它不能影响我。我很久没有吃炸的。对，因为我自从断食之后，我就很少吃炸的。零到十。我讲说真的有。哎、欸，他耳朵不能张大哦，他耳朵不能这样子放大哦，这很过分哦。我老实讲啦，就是说我先给刚刚说的友情四色，先给四分。我不喜欢吃炸的，先扣一分。超贵，再扣一分。不知道在干嘛。对啊，然后你刚这些东西没有主食，你还拿老板的某一个吃，再扣一分，这种行为不行。再加上我觉得我今天站在这边，不能被二十里，不能说压力，那我就只能说你这样越这样，我就越要抗战啊。那我就是因为你那样子给我再扣一分，一分 OK。OK， 没问题。来，我你请试吃。好。哎、欸，但我真的觉得有点夸张，还附送一包肉松。我觉得那个人算很了解我，而且那个人早上还有说过要买肉松给我。好，你敲碗敲，敲碗敲，太明显，太明显。可是那个人已经买了烂东西给我了。米粉汤早上就对了，点燃新竹魂，真的是。还有新竹魂，你还会？关渡魂，你先回来，你是新竹魂。关渡魂，先回来。哎，这个好吃哎。所以你再多吃几口哈。可以。再过来评分，不然会不见。我觉得这个人对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首先，肉松附了一小包这个行为，你可以推测出来是他知道你喜欢肉松，他硬挤去停到一点肉松，想要替整个布局。哎，可是搞得我很乱，因为我一直觉得 Kid 哥那边那个是台。你不要在乎是谁买的，你就是在乎说这份早餐出现在你的桌子前面，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如果是以早餐出现在这个餐桌上的话，我会有一点点吃不下，因为我一早起来不会吃这么重。但是我刚吃完那个米粉汤之后，我突然觉得以后我的早餐是可以出现米粉汤的。好，那这样的话，零到十分，请问你要给几分？这东西啊，八分。找到蔡哥了，来了来了。蔡哥那一碗是什么东西？哦，我不知道，这个是好像面条这种。米苔木吗？他讲要米苔木。然后这个是很像肠类的，跟这个干脸。干脸。蔡哥味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蛮好吃的，放大。因为我以前不会吃这种米苔木当一菜，我连吃我都不会点。然后刚刚喝他这个汤跟那面，好像是新的食物的感觉。首先呢、啊，不知道你吃米苔木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不算是一条罪。对，这没有很少人知道。虽然说你试吃了之后，味道你觉得不错，对。但是如果你一个早上准备了这样的一份早餐给你，你心情是 OK 的。其实基本上那三样我应该都不会，没有点过。考虑到我们刚分析的种种几点，零到十分，我跟你讲，我现在人已经有点在改变了。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他会带给我一些新的视野、新的刺激。对，所以我应该会给他两分。谢谢，谢谢，谢谢。怎样了？是不是？刚桌上是我看不见。羊肉炒面，这羊肉。哇，这面真厉害。羊，你一早吃这个 OK 吗？我可以，我什么都可以。哎、欸，大家有听到一个重点哦，羊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他是说食物的部分。对。那还有这个。去家，你要去那边干嘛、啊？我是。我等正主子吃了以后，我们还有试吃团呢。这边是 Costco 是不是？对对。冷掉还很好。对哦。这边是 Q 的。羊已经吃到他没有办法讲任何一句话，他是真的在吃。好吃吗？味道是不是真的是 OK？ 哎、欸，味道是好吃的，强的吗？因为我以为就是那个热的面啊，通常放一阵子之后化掉，会整个粘在一起烂烂的。因为他没想到口感很好吃，而且加一点那个辣椒，很提味。那请问他帮你搭配这个无糖香片，是加分吗？加分。零到十分，请评分。
哎，怎么这样？这样九分，九分，这是九分哦，这是九。但因为扣那一分，是因为我觉得还分量可以再多一点。来，最后一道，多远一点？所以如果是温妮那份给你，你觉得？然后我觉得很开心。这四小时的相处呢，如果你们对彼此的了解度总分是在40分以下，我们就要进行严厉的惩罚。可是我们刚刚给分是比较狂妄的那种给。对啊，给狂妄的。你们想要听到这几个早餐是谁买的？当然想要啊！现场处罚一下啊！你们会想要听到就是别人给自己几分吗？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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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想要听到分数的人举手。要，一定要！哎，敢做敢当男子汉啊！对啊，他看到谁有情施舍的谁？对，谁啊？谁啊？谁啊？台哥的早餐，台哥给出的分数是10分。哇！买的人是玛利亚。哇！你要先讲，你是不是途中有发现可能是他被灌到死？怎么可能？我是这种人吗？是啊，我操！你是不是有发现？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发现。我觉得等一下要先让他猜说。他觉得是谁？哦，对自己猜。干，我刚是要猜玛利亚嘛？你这宣布个屁呀！呸！好，玛利亚，你觉得你的早餐是谁？哎呀，刚才的我觉得这只不可能是100块，所以觉得可以用你。用脸刷脸，可以刷 Face ID 的人。他是说你没办法刷脸。刚刚有个那个卡车司机开过去，直接车到车上摇下来叫我菜头一点。没有，他叫我名字。像个逼一样。你觉得是 Peter 哥或玛利亚给他的早餐7分，蛮高的。扣3分是为什么？因为我是对被过敏。你过敏还买给你吃，根本就是谋杀嘛！对不对？那个气氛还给高了啦，太夸张！了这个人是 T 的，就是我本人。我先跟你说，你绝对自己掏腰包。对呀、啊，我跟你讲，我直接在过去说，哎，老板，我要买寿司，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T 的随便点，没关系，你100块也不用，就都请你吃。真的假的？然后所以，我多点的那些贝类不是要给他吃，是要给我们吃的，因为老板难得请客。但是我刚刚在这旁边站很久，我一直闻到一个洗发乳的味道。对，你是不是拿了钱去洗头？我拿了100块去洗头。寿司是免费的，你拿钱去洗头？我用关你，我还倒贴七十嘞，我还倒贴七十嘞。你们很大声的，我去洗头。你们说开始，然后我就一走两步，我就看到说这间寿司店一定是玛利亚想要吃的，而且第一个味噌汤、玉子烧，就差没有明太子，就他早上讲的，对，对不对？而且我早上就想说，找了一遍说，哎，是不是这样看一下有没有纳豆？因为早上想吃纳豆，没有，看到没有？然后我说，但至少这个是可以让他有点吃，一边吃一边想起你刚刚讲的日本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还要流眼泪。所以我刚刚发现一个蹊跷的地方，比方说现在玩结束以后，对不对？剩下来的人他会人数会越来越少，所以你必须要先问说。你认为是谁？全部先问我，先问完。你突然会做节目，来先问。来，那我们先问一下达哥，达哥，你觉得你的早餐是谁买的？一开始我在想说，是不是台哥？因为刚才台哥一直在故弄玄虚，但是我又想了一下，这个组合的搭配实在太烂。蔡哥，你猜是蔡哥，董娘，你猜是谁？杨洋。为什么？因为我们遇到的时候，他很开心，我买了3杯，也不知道他想喝哪一个，所以我就等，我就。哇，露馅哎！这要处罚了吧？来处罚他，来处罚我，来处罚我。来，屁人，你觉得是谁吗？刚刚其实我就发现说，台哥一直被我们的梗在洗，但发现他没有出头的时候，所以在当我们没有出头，他又突然出了一个头，说：“哎呦，有情事。”然后讲的好像是他，但我跟你讲，从头到尾都知道不是他。其实不是。是谢坤达，为什么？关键点是什么？就只有他会乱买东西给我吃，还有谁？这个用心程度在哪里？完全没有用，尤其什么尤其四色，我就认为是他了。来问，你觉得是谁？我觉得以这个分量的感觉，然后又早上有坐在餐桌上听我喜欢吃肉松，又说哎、欸，那买肉松给你哦、喔，我觉得是台。一定是台哥，夸张你嘞！那我因为我刚刚本来听那个在讲这个的时候，玛利亚有讲同样，你本来猜下这个，可是刚刚已经公布他，公布他不是，他买台哥的，所以我现在我后来猜，我问你，这样好不好？
你判断，如果你按你心里希望是谁啊？你就想你希望是谁的话，央也不错啊。如果是央买的，央也不错，不错，央也不错，央也不错，对对对对对。来，央你觉得是谁买的？很巧的是呢，我们很开心的一买完之后，我就碰到董彩，我说喂，你这个里面是什么？会不会是什么铁板面？哎呦，主播，不要你才给六分，因为我直接分食材是五分，满分我都全给。另外友情的部分我给一分，因为他至少还知道买一杯美式咖啡5块。对，你看过来干嘛？我是美式人，主要是啊，董彩是央。对，所以呢，我们及格，谢谢六分，对了，来少。难怪我刚刚想说，董彩刚刚那个批评的情绪应该给零分，就他给六分，因为他知道是谁了，不好意思。Kid 经过了一串激烈的批评之后，他给的是零分。这么严重，连友情都没有哎，真的是打嗝，就是你。不是这次你们乱买，乱买，不是，你就随便敷衍我，就是这种。我就是知道，因为你喜欢吃超阿贵，我本来想说想去找一个菜什么馒头什么之类的，因为那时候我只剩10块。你这感觉像阿妈给我的玉佩，叫我放在身上，说将来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把另外一个大饼拿出来的这样意思。好，你去年帮谁买？你今天讲。我去年帮。台哥买，对啊，然后他帮台哥买的时候，他还会想说啊，用自己的脸去骗一些东西可以吃，不是你这个，因为那时候刚好脸用得上，尤其是这一次突然间脸用不上，依然市场没有到，依然姐姐太多了，没有我闪到，所以没有一堆面包那种东西。来，问你，他刚对食物的味道很满意，他唯一有点不满意是，他觉得那个人。有一点错估了他的食量哦，什么叫错过食量？谁呀？哎，情绪，情绪，这不能浪费啊！哎，这也不一定是我买的，我吓死我，他也怕他浪费啊！公布买早餐的人是泰哥。哎，几分？他给他几分？8分，很高哎，很高。错蛋的那些东西，错蛋刚刚在前面说哦，这个好吃哦什么的，可到这边来之后他就说，这都是我不喜欢吃的。他说2分，好，伤人了，很伤人呢。那谁是谁？是谁买的？是谁买的吗？那个人正在指责他。对，因为是你才给你2分的。杨洋跟董仔因为串供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是董仔。对，我要讲理由。杨洋给分数，好不好？杨给分数不得了。相给9分，屁呀！相怨啊！这个给9分，相怨啊！太扯了！先听我说，你这真的很夸张啊！我们这种给2分的，哎，我们先给他一个机会解释。对，首先我是先看到饮料店，我知道大家很热，吃东西要配个茶，而且我想说宜兰都产茶，所以我去买了一个，就是阿里山产茶，宜兰产茶，我们这边东山产茶，但是你买的是阿里山的，东山产茶，对啊。现在分数全部练完了，对不对？对，加总10分、0分、5分、5分、2分、8分、9分、7分、6分，加总是47.5分，八十分。还好是10分，还好是低标40。天哪！你的这个饮料如果稍微随便买一个任何东西，至少都有4分。这四个字根本不重。不是，来他讲，今天我这快气到怎么头都烧起来，你看，来跟说一句加我就加，加了，等一下已经过半了还要加吗？这个人名誉的问题，他个人名誉难看，没关系嘛，明年再决胜，没有，台哥一句话我真的是要加，而且都自己是亲兄弟嘛，我加你10分，你如果过得去，你这一年过得去的话，我过得去，他可以啊，全部过得去。OK， 10分，来后置修改成10分，来给我加分57点，那个0分啊，砰，敲碎了，不要，他过得去，好，漂亮，奖励不得了，好，奖励是奖励8位有一个独门的额外的独家的隐藏的行程，我们要去斑比山丘，掌声鼓励，哎，现在叫什么？就是
那个没有录到厂商会生气的一个点。现在哈，因为疫情的关系，旅游中断。大家都知道奈良最有名的就是可以跟那些路人，对对对，那么好的体验，就一来就可以玩到。嗯，我们还是要去，我们还是去一下，我介绍给大家。好了，小鹿斑比去了 ，Yes， 出发，带着阿妈的玉佩啦，斑比山丘去了 ，Yeah。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斑比山丘，我是今天的导览员。真的是离情依依啊，这个我们已经就吃饱了喝足又睡了一晚上，然后替大家准备了各自的早餐，我真的很感动。吃完以后我们再来这个斑比山丘，跟鹿玩完了以后呢，可以再去买一些鹿的产品。对，它有让你选择要不要买这个呢？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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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Yes Oh No。 蔡哥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要请这个台大师来开始。来来来来来，那就用这个咯。你要讲好，到底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跟他是谁？未来的另外一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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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的妈呀！改变这个，这个很好。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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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们下次同一个屋檐下，下次见，拜拜。太明显，太明显，我刚刚没弄好，对不起。暌违两年的一个屋檐下，这次来到宜兰东山，这个大家以为只有东山河的地方，其实呢是一个结合公路、铁路、水路、自行车道的旅游枢纽。透过乡公所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才知道原来把东山当作旅游的中心，放射状的玩宜兰是那么的方便。感谢乡公所的用心，向营建所争取了经费，来打造更优质的旅运环境。预祝宜南西兰绿色转运亮点计划成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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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ake me every morning, shouting where's my breakfast? I put away the dishes.You're gone. I miss you.